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日前往板桥慈惠宫，为板桥妈祈福照镜点起马炮。被问到有关核废料最终处置厂问题时，侯友宜重炮枪台电，到底把新北市当作啥？台电应该清楚向新北市民报告，核废料到底要如何处理？侯友宜说，在新北市副市长任内七年，与台电召开过无数次会议，台电一直想把暂时核废料储存在新北之外，又不对永久核废料储存厂做交代，真不知道把新北市当作啥。台电必须找出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所，强调新北市只是暂存，台电必须对新北市民有交代，至今却只会推拖拉，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。对于绿营议员质疑侯友宜把核废料议题政治化，侯友宜回应，过去跟台电讲了七年多，台电都无法给出一个答案，这跟政治哪有什么关系？台电应该要很清楚地告诉新北市民核废料的去处，不说也不做，新北市民怎么受得了？提到老同事陈申贤昨天出席苏贞昌的活动，侯友宜说，申贤是我的好兄弟，不要给朋友为难。陈申贤也说会给他支持，相信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没有问题。